据说猫咪脑袋能通过的地方，身体就一定能过，这是真的吗？好，今天就给他们几个做个钻洞小测试来验证一下。好，四个都轻松通过，洞口再缩小一点。发财，你卡住了，我去，被马达推出来了。发财能过去，他们几个应该也不在话下。再一次缩小洞口，小艾特已经有点挤了，看来头能过来，身体就能过来，可能是真的。发财加油，别打我的脸。好，最后的终极挑战，身体过不来，小雨也失败了。所以说头能过身体就能过的说法是不成立的。马达作为我们家唯一一个不到十斤的，成功了。抖音